心，有这点气性，咱顺了清明的本意，拢是通的现世心，只有咱回庙这条灵性，是咱顺着通灵这条心，倒当来原来咱的本性质。这才是慧能，伊的单纯，拢是现个清净的本性啊！上天爱予咱会清，我再来讲顺个咱的心意啊！真法则是天灵性，显露顺天性啊！爱咱有这条灵天的性。这是咱回到清界的心意，无形予咱顺入来为主啊，拢是清净这条灵魂，要予咱行向清咱的心意啊。天元是灵天性，转咱要娘现个情，顺甲真稳的灵魂。我有这条清净的心性啊，真愿是灵天气，显露则是顺天性啊。无形的法界，只有咱清净原性啊，这点有顺的本意，咱爱走向清出来的心。拢是对咱的灵性，我有这条的灵气，占印咱这么稳的灵魂，转到这么顺家的心意呀、啊。这是通灵的本性，咱爱走向清出来的心，无让啊爱予咱会顺伊的性，这点原始。只有灵性，用上界清楚的咱的心，我有今仔这么顺的灵界，这拢是通咱顺母的心有在，恢复清净这条灵性，这是咱通之外清咱的本心，灵源是现世用。转咱归，则是无娘情，恢复天元这条心，是灵魂伊的灵性，是咱搁再顺家的天意啊！无形界伊只有讲通咱的心定，伫咱有遮尼啊顺的灵性，我才有金宝。娘娘伊的本心呐，福利，啊，这是咱通法的灵家哩。我唔再来讲回母的灵性啦，真愿是灵天性，爱咱转互伊稳定啊。这是咱回出先天的本心，我有一点灵魂的灵气，咱再来向。清净的心呐、啊，是我伊原来本性，要找到母娘伊的稳定，这才是咱出家的心意。真愿是天灵性，爱咱转到现世境，是咱有这点灵魂的灵性，母娘啊！伊爱予遮尼啊静，因为这是咱显明清出来的心，一点有母娘的灵气，咱来向着顺家的心定，真愿有咱的灵性，爱咱转家遮尼啊稳的天灵，拢是回母的灵性啊！一点灵性
只有天意。母娘爱咱花甲遮尔精的心性，真原本意是灵天来，花出显明是老母性，爱咱转有正的原神。你有一点清净的本性，咱带有遮尔稳的天灵，母娘啊，伊会当遮尔顺的本性，拢是转甲咱遮尔稳的天命，真源是灵天性，爱咱开发上天性，灵魂有无的灵气。我爱转着清净的心，伫咱有遮尔啊顺的灵性，我爱予伊稳定，因为这是咱顺母的本性，真源是灵天来，花出清家为子啊，这是咱清净的天意。灵魂是灵天的家，我爱转予伊清净的心，这才是咱道家的安静。即马我用着清净这条元神，该转转来就是该洗倒转来，安尼咱才会当讲通咱的本性质。我爱拢是清气想的。啊，这才是咱原来的本领，拢是相共这种真性。真理是天元的心，爱咱定甲遮尔啊顺的气。我有显明母娘啊这条灵魂，这是咱转到清净的天界，嘛是你进入到无形这个所在。我有一条灵天的气，再来讲顺家现世的心，真理是灵发性，爱咱转来显的性，是咱对着无形的灵气，这点只有顺家的天性，无啊以后咱遮尔啊顺的天灵。上苍的灵气，咱爱向着顺家的心情。我有这条灵魂的灵感，即马我只有用清净的法，是咱无形这个气，走向着先天咱的本性，发射着无形界这条神。我以正法。落这点价，这是代表咱通灵的本性。我用这条原性的，这个天理只有恢复咱本来的良性，咱才有这么清的本性。我用这根气修通，这是显露来的良性，也是咱走向清净。这尊神呢，只有清净的天界，咱只有走向顺母自在。真理是天灵的心，爱咱向这么稳的心，咱有一点灵魂的灵气，这是照着咱通灵的天性，爱咱回到。无形的本性，拢是正天的理。我再来向遮尔啊顺的心，一点有无的灵气，咱来对着顺家的心定，这是咱主要的灵气，拢是拍通咱清净的心。你才有遮尔啊顺的意思。这拢是通咱的脑神，对着咱这点觉，因为咱爱的是清净的天理，转入来咱在世间的心定会知。
这是咱回报啊，这条灵性，咱走向先天的清净。灵魂只有见咱老母娘娘，伊的原性，这才是咱出家的天理，向着清净母娘啊这条心的。真元是灵天性，落来是顺天性，以咱老家的灵气，是咱向的这么稳的心。这点元素的本性，咱只有显灵这么顺的天灵，是咱有顺家这条心，向着老母这么稳定，拢是元天的灵气，咱再来向顺家的心灵，一点有稳的灵气，咱爱向的才是顺家的心，一点灵魂，一条灵性，咱只有走向先天的本性，是咱有稳定。这条灵性，我爱向的，这是清净，因为这是咱的本源的灵气，向着咱的心，走向着清界，咱的本性啊，这拢是通咱的灵魂，恢复咱清净这尊神，因咱所有的心意，就讲乌白生出来迄动念，咱慢慢。该破开啊，甚至甲枝断掉啊！这才是咱顺着灵性，一世人咱行向天顶。灵伊是这么清楚的啊，咱的心是会当顺伊安尼做啊，安尼来契合的啊。这才是咱清净一条灵性，要来讲甲这么稳定的本性。真理是天元的灵性，爱咱转到，则是本源本性。有咱显明这条灵气，你爱向的，则是顺咱的心。我爱有这么啊稳的灵气，慢慢定着咱通灵的心性，拢是拍通哦。这点灵性只有天元。母娘伊顺甲这么啊种的本性诶，这是咱真理伊的显露，嘛是对着这个道自然的法生出来，这则是咱道界灵性，离开着咱人这个心的意识，所以讲这个天有正能量，我才用着这个神呐、啊，上界清净的。这条神出现，想问这个天界，我爱行通我的腹内，因为这是顺家的灵气，活用伫我即马出开的神，真理是天元的灵性，爱咱行向无形上的天，这则是咱顺家。用着咱的心灵，现个这么顺透的真意，母娘伊爱咱讲出着天性，咱这条灵，伊要行倒转来，这种情形，这个所在，这才是咱一世人要向着原来，咱这条清净的自在，守伫遮，这是咱。回到灵魂的灵性，因为咱拢有这种气场，有这种电，这个磁力线就是讲，咱今日照到这个磁场，这个真力，这条线，安尼咱就会分明，是咱这条清净的法界来引动到咱的本源本性，才当行出到这个法。这么清净，归咱母娘伊这条元神，这则是咱通灵
的天意啦，去掉边啊遮的复杂，莫让伊参入来，伊则袂甲咱乱啦。所以讲，我爱用到这条青天的本性，整个咱的灵魂啊，这么自在，伊才会当通，才会当变，才会当化。啊，若无咱的心有无是有限有诶啊，是咱今嘛要超越，要突破啦，要来破解。咱现主是人的心甲灵要安怎来转来啦？啊，这才是咱真正脱离掉咱今嘛这个脑神啊，出掉这个大虚空，上苍的本意啊，爱咱见妙是顺天性。予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这是咱为主的天性，嘛是咱搁再顺加显的证，拢是拍通咱的本源神。伫我即马会的证，就是我会当讲灵魂的灵气转到这么清净，我的心神真源本意是灵天来。回咱清家，则是灵气。爱咱转着清净的心。阿母啊，伊啊，我遮尔啊稳的灵性，敢若亲像我团的清家己的心灵，一条会当稳固，着牢固。安尼我才会当讲通甲遮尔清净。啊，这就是咱即摆咧讲的根基基础。我有这么把握，因为这是天搁再甲我重整的。我才有这世伫凡世间，敢若亲像直通。咱阿母啊，这条灵性的这么啊安住，是咱用安尼形容啦。啊，这才是咱真正咧讲的通灵线啦。真缘有咱这点气。爱咱行向先天的心，我有一点罗灵的本性，啊，这才是照着先天呐、啊。今仔我用灵的磁场，再来讲到灵这个本性，转回这里问这条元神，因为这爱静落来，我才有这条灵线。如果我若无静哦，我就用在世间的心的意识来甲大家相见呀。但是我即卖咧讲的，是心内底这个清气，或者无形这个世界啊。用安尼，咱就知影清楚啊。咱这个心是静的落来，所以讲叫做禅坐禅定，是咱爱安尼这么稳的灵性。咱才转到这么清的本性，咱嘛有讲净土宗的哈。你慢慢啊学，把这个心慢慢啊调整，啊，你这个心就会敢若亲像坐伫两个人的中，或做坐啊，有无？一个土啊，两个人有无？坐调的啊。啊，这才是咱儒家的灵性，转过着清净，咱的天性。今仔日做，咱嘛会当讲两蕊目睭，啊，伫这个鼻啊捅出来，这个顶冠，啊，就是咱所有的这老祖先，伊咧讲就讲，咱的心是伫目眉内底，甲内元宫，甲咱的脑后中迄点上重要，这就是咱的摩尼珠啦，啊嘛是咱讲的个金刚宝珠啦。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珠啊当然是爱光啊。啊，若暗到，敢像玻璃珠嘞，有咱囡仔咧叠珠啊，迄无价值。是咱爱有这点灵气啊，爱亲像咱咧挂的玄珠无，甲红宝石无，甲咱即马讲青宝石无，伊抹甲会光无，那宝石安尼无。啊，这则是咱看到都会爱，先天性的嘛。是咱以光为重啦，啊，这才是咱的明白啊，白光光白啊，现着清净的灵性，咱再来讲回报这条本性，
今日要什么新村，要做什么代志，要开工，嘛是爱用镜，照着咱即马太阳光反射入去即尊神呢，照着太阳光的光，咱这个镜甲转入来，安尼就是咧开工啊，开光，这个神的光无力就丢啦，这个意思是咱以正法的本性，咱再来顺家通咱的心。在世间，咱的灵有勇气啊！八卦一卦，查甫的八岁一卦，查某的七岁一卦。所以讲，查某的七岁五十六，就生囝就困难啦。伊较早啦，大丈夫啦，啊，即马较有营养的有无？有诶，还搁咧生啦。但是查甫的八八六十四，要搁做。精水就较恶啊，唔是袂生。所以讲，这个是天理，咱所讲大众化的定律啦。是安尼，咱再来讲通天这点灵气，咱爱向着这个天。我会当讲的是顺咱即卖性，要恢复原来就怎，甲补丁啊。因为你八岁就破一卦。十六岁破两卦，二四岁破三卦，啊，咱即下是要甲拍破啊，本来是白啊，啊，你用过变乌的，咱即下要甲补好，等下变白啊，甲原来有无？大概咧破一卦啊，是两卦安尼有无？迄、那个十六岁迄个时阵，迄、那个气就对啦。这是咱恢复灵天的灵性，要恢复到咱的正常迄个活力。这就是咱通灵这个天意呀、啊，一条灵魂伊爱恢复原初。虽然咱肉体拢会老，迄是自然的物件，但是最主要咱要顾这条灵，不要残障。所以讲有真济有破病，伊阁足爱这条灵有无？要互伊完全，因为伊爱随着这个身躯有无？一直。下落去啦，一直软落去有无？一直软弱落去啦。当然，这爱听真正的母经，才有法度救人。因为天山母啊，是咧教这个灵机的灵机头的，所以讲母娘，伊是用种种的方法，用写的，用唱的，用解释的。用即马咧讲的，用排场的，要甲这个灵，互伊清楚，互伊醒起来，互伊会当行有路，有这个方向，有这个空间，好倒转来这个步数啦。所以讲，现主时只有西王金庙，王庙嘛是金庙，西王嘛。啊，王伊咧金就家己喺边啊，变王庙，本来是西王母就对啦。爱呢西方带金嘛，唔则讲西王金庙，啊，咱人则个分做王庙甲金庙啦。是咱会当讲的通天灵性，咱则来顺家这么清的本性。因为咱今日咧讲的中脑、五脑、中脑，就是黄帝祖啊。咱咧讲的南方就是赤精子，北方就是水精子，东方木工，西方金庙，这就是咱讲的五脑啦。是咱有这么顺的灵性，咱再来讲回到清净的本性，是灵魂这点灵气，咱来向着顺界心灵。是咱以原来这个灵气，我爱走向清净的心，我有这条灵天的理，则咱向着顺家这么啊清净的心性，是我这条灵魂的灵气，敢若亲像母娘啊，一定我的心灵，这则是咱通天的法界。现到这么清净的自在，
修炼就是爱咱的心嘛，会当信任咱家己的心啦。啊，这才是咱真正的清净啊！你心若阁有疑问有无？安尼就无采，咱即马逐工咧听，逐工咧讲啊。当然爱为道理来采啊，为道理来取啊，为道理来提啊。是咱有这条灵魂的灵性，道理爱家己用灵感，用着你的经验来做根据。听人讲的无准算啦，所以讲是咱有听有看，家己搁落去做，有亲身的感应，啊，这才是咱的气场。母娘爱教咱每一个人拢相共，拢会晓啦，唔是干那要教一个会晓啦。啊，那安尼就无力哩，嘛免讲什么什么咧气力啦，啊，什么咧处理性啦，有无？这个力的大，啊嘛免讲多大、多太、啊多急，这个、意思。是咱有安尼这点灵气，咱爱向着清净咱的本性，定会知。真愿显露是灵天性，爱咱转来显会净。世间人拢叫是讲修这个身躯啦，无唔对。那是单片的呢，单部分的，爱修身躯内底，咱这条觉灵，甲咱这条灵魂，咱这个生魂是暂时过境，因为有形的，你有这个体，拢是暂时的呢。所以讲，咱要照着现主是这个身躯，这个躯壳，来了解着咱即马这个往复。对循环生死来来去去，今日有这个身躯，你才有这个心为主啊。咱的灵才会当出咱的玄门啊，爬起涅槃这顶端啊。啊，这才是咱真正要学的，搁较大的世界，搁较侪层，咱所有的内容是咱以青天的本性。咱世间你出来看，有真侪灵，迄种品种嘛。所以讲今仔日有诶灵，有敢若亲像虎咧，有敢若亲像鸟咧，有伫涂骹咧爬；有敢若亲像溜咧酸咧，有敢若亲像猪咧高咧，真侪。所以讲，你若咧山路庙，伊诶脚咧七只猪。你若做伊个机件，一定爱亲像滴滴啊滚。所以讲有真济无共款个灵体啦。即只是代表灵性，你会过去说。所以讲，咱要修甲灵真正会精通，在表表。啊，即则是咱姊妹咧讲个，咱个勤练啦。修复成这个正果正品就对了，这才是咱慧能的天界，咱才会当行向正法的本性呐。真理拢是天缘，显露拢是顺家啦。今咱人过去有文武官，咱有当时啊，咱咧传会讲文武有无两相传。啊，是文武有无？排两列，文官一列，武官一列。啊，嘛是讲阳的一列，阴的一列，排两列就对了。所以文官是穿龙袍，武官是穿虎袍。因为武官爱修正，所以讲伊是用虎代表较属于。较有力啦，啊嘛是算讲伊迄个声有无声势啊，化了会较属于较有迄个杀气安尼就对啦。但文件量是较纯做啊，所以讲用量好来代表咱这个阴的这边的查某，代表红红红是干的，红是母的，所以讲用安尼来代表，咱就知影讲母娘的囝拢是优质的。
上优良的品质。啊，你无收，你食的哪有法度？拢是抓囝抓孙，姑囝姑孙有无？姑唔食姑啊，良心无心就良心啊，伊只是素不相内底的尔。所以讲，咱过去所现的，我讲真济啊。所以讲，是咱母娘是素不相的源头。啊，无伊袂互我看遮尔真。咱过去画的乌板，是咱一条灵天的灵气。咱来顺了通灵的心性，即种是顺家的本性。咱再来向遮尔啊清的天界。无形伊是要你传，传就是要你讲，敢若亲像咱有这个模样，但是这是虚空无形上的啊，内底有咱老母伊的密意嘛，所以咱要将着老母和咱的真话真意，咱要甲伊讲出来嘛，啊，这都是咱即马有关的，咱灵要修持，倒转来甲咱是完全的。是精全的，一丝丝啊缺点拢袂使的，是咱顺家这个灵性，爱予咱这个脑神经，你会清，佫会明，佫静会落来，啊，这则是咱元天这条灵性，爱咱有顺家安静，一个人只有咱即马会静心，伊才有咱原来迄口气。拢是安尼生出来，今咱才对会到，咱的心内底即尊神、即口气会自在，真源是天灵的本性，爱咱显露顺界天灵啊！本来拢无半项，伊个清的是规片的啊，一色的啊，都无第二个色，你要当讲有这个形象，母娘伊爱咱。在世间修传，我会当照母娘，予我的信号，予我怎啊要讲的话，会当救你的心，会当予你的灵升华，这才是道理，这才是影响到咱人，你袂阁沉迷落，阁落凡尘。所以讲，我爱有这条灵天的气。这拢是老母伊的原料、原教材，安尼伊才有法度甲你点醒世间每一个人的心。过去母娘咧讲咧开始，咱台北个师姐啊，半路就要来问啊。但是伫这个课，母娘一同甲你解说干呢，啊，到尾也讲啊，你唔问，哎，我当初啊就讲啊，所以讲母娘。唔是干那咧指点我尔尔，唔是咧责备我，责备我、指点我、警戒我，甲大家拢是相共，大家拢捌犯这个错。指点某一个师兄师姐嘛是共款，因为爱你改善，嘛是爱我改善，嘛是爱大家一同来改善，这叫做调体，甲你调整，你现主持。这个身体也好，这个灵体也好，啊，若无，咱无法度一致，没法一致相同。所以讲，我爱有这条现世界灵性，我家己咧讲的会走精啊。但是老母，伊是咱的源头啊，边啊，伊事情才合法啦。老母要讲的话，唔是凊彩。安尼发声的啊，所以讲有真侪人要嫁老母有无？无这么快，道场你看真侪老母啦，但是你无这个品性，你无这个品质有无？你演袂出来啦。安怎讲？叉叉、卡卡、袂自然啦。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性，爱咱转到这么清的本性呢？是咱顺着。灵魂的灵气，咱来讲强着母娘，这么顺的天灵，大家拢有机会，因为拢是母娘的囝，
所以讲，拢有法度代表老母的演化，只是咱即马的品质的问题呢。就修炼你这个心有在无在，啊，你这个家庭有照老母安尼关乎无？所以讲，老母拢是咧选，伊咧看。你如果若到这个家，啊，你就会当足轻易就倒转来老母的身边。因为你的心无走去啊，你心无搁起心妄念啊，无想要讲要搁住伫这个凡世间啊，是用安尼来表示啦。因为这是老母爱讲世间话啊，啊我会晓讲的，啊尽量甲搬出来，予大家听会捌啦。当然有诶讲较宽较深啦，但是我的信息，我个人诶这个了解只会当讲安尼尔尔。所以讲，用着我的真心来伫遮传播，啊，我才会当将着母娘伊的真心性、真高贵、真珍宝，啊，这个意见，啊，这个话来甲大家讲。显露是灵天的精气，爱咱行向这么纯洁的心，用笔的爱搁解说。今咱用讲的是直通的，唔免搁解说。我听就知啊，只是你的打算了呢，只是你的选择，你要行倒一条路，天堂、地府，还是讲你即马要搁伫禽兽当中，啊，这就是你的未来路啦。现咱有这么清的天界，顺着元天这个神来，过去你有听李瑞的老师咧讲的，因的学生讲。哎呦，俺老师，你跟我讲，都拢七十几个、二十外个，甚至于六七个。啊，你啊看，那即马遐个哦，高精个哦，佛个哦，你讲拢几啊万个、几啊千个哦，迄个道场拢用要爆满有无？安尼，佛个因是用，敢亲像咱即马讲用邀请函个，你即间庙师爱派几个来？已经庙师派几个，甲一贯都同款。今仔日我来恁家讲，啊边啊周边遮个人，啊我着搁边啊载一车六七个我来参与，要做这个人气着对。但是咱真修诶，着是爱清净。这两日清净，你也知影，清心搁安静，不爱用交叉。你也看有来来去去诶。会孙仔孙仔有无？若咧拍开门，还是讲咧叮当有无？啊，着你会感觉有干扰啊！你前会去互吵去啊！啊，你若初师仔有无？亲像你爬起来才讲，啊，若伫遐吵来吵去有无？啊，出出入入有无？你会感觉，甲你挂心挂掉咧，甲你阻扰、阻扰、阻挡伫咧啊！但是我讲句啊，啊，伊着无吵啊，老神较知啊。叮当做你去，叮当来来做你去，人来啊，对无？有重要的我嘛是会停，但是你过去啦，我拄咧掠机的时阵有无？都无可能这款性啊！你外口咧挂，做你咧挂，我袂停啦。这个意思就对了。啊，这就是怎？咱超过，咱知影讲啊，这个神有无？伊是慈悲慈善的。啊，过去咱唔是啊，迄、那个王迄、那个气有无？伊的埋怨，过去王，伊就是讲，这个事业，所有的伊的精神做啊无够就对啦，啊伊的怨叹啦，所以讲，伊是用安尼逼的，要爱，敢若亲像讲，招这个贤士就对啦，安尼伊才会当有这种所有一个团队啊，一个军队啊。哦，一个，咱即摆咧讲一支花就对啦，啊，无嘛讲一间宫有无？有即个佛法神这个意思嘛？所以讲每一个人，所有拢是爱为底啊，啊，你才知影讲这个基础，这个意义啦。所以讲招财纳书的当中有无？迄、那个神拢变啊，较逼这个基啊。安尼伊就是啦，要成长这个人，来代表伊讲的话啦。过去拢掠一寡有无？较地方较歹个，啊是讲较有名气个，
啊是读册较悬的有无？安尼来做基做头啦，安尼别人才会惊才会信啦。但是这拢是过去事啊，过去有用祭假的有无？有用收惊的有无？啊感冒就用安尼收惊的有无？啊是讲来啊，甲伊小可用咸甲伊压压的有无？爱是咧做灵体，甲这个咱这个身躯若有病无同，咱唔通谈做伙。啊，有诶真正脑神经有无？就烧两条线，甲条条有无？认为讲肉体伊用这个灵诶有无？就我都甲伊，这是上界破牌啊！所以讲灵机爱互诶尊重，今日判断爱分明。那灵的当然，医生无法的，当然爱靠咱这个灵的来甲安搭，来甲拨开，所有卡外来完成这组，爱先甲焊的啦，甲安就对啦。爱修持，唔早我都行你这个完成这组。爱无布施，你完成这组一直甲伊。爱无修持，就无趁钱，伊要安怎行你？甲世间人同款嘛，等于安嘛。你去发，这个发愿嘛，同款啊！你有犯法的时阵无？你要行伊无？有啊！啊，有会当开，咱即卖咧讲的本票，还是讲未来有无？这个支票啊！但是你正要行伊，阿摩啊，你会当行一半，啊，有诶都无看起来有无？所以讲，这个是讲有诶，这个发生有无？爱规个拢浪啦！啊，你若用安尼限的有无？到尾也发现嘛无发，因为伊都真正无难啦。阮王岁贤就是安尼啊，是安尼一条灵天的灵气，但是因小欠是后世人去找啊。啊，这就是咱即卖咧讲的，你即世人走会过，后世人你嘛是同款啦。这个小看掉咧，因为天公甲咱即卖咧讲的地藏王有无？伊拢有记载啊。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咱来对着清界咱的本性嘛。所以讲，咱人做好，唔是咱知的尔，天知、地知、搁咱知，搁你即马完成这主无？这条灵魂伊嘛知啦，啊灵魂是啥？咱祖先啦。是咱有这点灵天的灵气，显露清净的神性，是灵魂这个天界。咱再来走向这个本性，是咱人哪会知影灵界？就是你心，你心要有这种良知，你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良心，就是讲你所有的有这个福报啦。我唔知你讲，你如果那咱这机会，那爱我去甲你上经诶，我讲会使咧。啊，若毋是咱即机会，你一百万叫我去上，我嘛无。安怎讲？缘分无到迄个缘分嘛，缘分还无足嘛。佫续咧，上经是别人咧趁钱的。啊，咱清修的就无爱佫压迄个封尘啦。啊，实在我讲，啊，咱工会修持，啊，就会当讲我去做，因为是咱工会，咱工会我就是敢像讲，拢是母娘。这个会员，啊会员咋？母娘和我讲二十几年啊，你相信我讲的话，甲念出来的这个经文啊，绝对有这个福报。啊，这叫做回向。要捌就是爱讲家咧啦，啊，无你讲，啊你唔咧臭蛋，你看我讲二十几年，敢无小可有一丝丝啊无形财哦？啊，无我就唔免定咧讲七宝财甲七圣财啊。显到青天的灵气，你甲看世间修持的真多，但是你要叫伊讲先天文啊，母娘降机的哦，少搁少嘛。我讲春江话伊怎样咧练，有母娘咧哇，平常时伊都要比别人搁较认真啊。亲像我两点外钟，伊上无爱推五六点钟啦。安尼你才真正会成样啦，啊你都袂那唔来喎。啊，到尾也嘛是拍掉，人外。所以讲，是咱真正你要做一个真有，咱即马讲有照母娘，这个就对啦。
安尼才是咱真正良心发现啊！良心发现，你就要归良心啊！今日家己爱讲破，用善心，用善良的，唔是用另外较凶恶遐个咧动作啦。啊，这就是啥？个人的忍耐度，你个人所有收集的资料，啊，无甲迄个良心，是真正，我要让成就。我才会甲讲破啦，啊，若无伊甲我也无关系啊。是咱都有缘，我要讲这个缘内底就是真深啦。是咱以这条青天的灵性，我会甲讲破，哦，就讲甲破解，搁会解说予你听。啊，这是你平常时有无？啥物人敢讲？只有老母尴尬顶个讲伊尔。是安尼，咱再来讲灵性。世间看你偌固执啦，偌铁气啦，拢是以你为准啦。我讲的就是有无？只有老母来甲你修理，拄拄啊好尔。是咱有安尼一点灵性，你唔通讲哎呦，老狗咧他妈乌白鸡母娘啊！啊，若安尼有无？你甲看出入内外就好啊啦。甲内鸡母娘啊，早。五雷有无？雷波的就哼哼叫啊！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啦，可说来讲真正有神啦。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因为神就是咱的心的啊。啊，心是伫咱一世人所有爱学较教的啊。啊，这毋是简单呐。你敢若讲，我坐伫迄个桌啊，拍地就好啦。你看几个坐得住啊？你啊坐就懒啊，不耐烦啊！一阵来，你就感觉远啊，唔紧走，佫刷咧人走，转第二阵佫来，佫来佫第三阵佫来，一工值班14点钟、16点钟啊！显露是灵天的本性，爱咱转来显一种，这是咱顺着通天的本性，爱咱行向。这么清的天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修，这样你才能看到我们的自性，只有这样来做，我们才真正对得到朝代的啦。朝代就是这世啊，现世啊，世代就对了。上苍有我们正法界，要我们来学跟成这个自在，灵源本意是天灵性。爱咱来讲顺家显一种，啊，是咱一条青天的心。我有这点灵魂的本意，这是咱开灵，今仔咱的灵会当做主，照先天这个法，定到你即马出家，就是你的脑神，甲咱这正神合为一体，啊嘛是老母娘娘。伊咧掌控诶，所以今仔咱代表母娘讲话，就是母娘发指令。你看每一间宫庭哦，不管大间细间啦，包括庙寺啦，拢爱挂一个指令哦。啊，庙诶寺诶哦，爱采一个佛祖咧哦，代表讲伊是真正西方神啦。所以讲，咱道教诶是巧一啦，啊，你若庙诶哦。伊就敢若像讲用法轮来代表有无？啊，这就是一种代表性啊。东边的甲西边的无同啦，南边的甲北边嘛无同有无？所以讲是安尼，咱才知影讲每一个神尊伊所有的来源啦，是咱所有的拢同款。今仔咱无分啥物教，原来是伊大道。你道脑清，咱大家都拢倒转来母娘啊！这个真正，诶，这个无生的道经内底啦，道是无所不包啊。所以讲，唔是佛道，佛道迄个道，唔是大道这个道啦，是道教、佛教甲道教啊，教受调咧啊，教是道内底，这一丝丝啊，一部分而已嘛。所以讲，
咱要合到这个天地，搁合到咱人，这个人和，这个意义就对啦。所以讲，唔是咱咧诽谤，今仔我就是咧鼓励，啊嘛是哦，咱这个人的脑筋稍微修正，啊无咱会分派嘛。我这个教较好，你咧教较唔好嘛。啊，今仔咱拢总好啊，唔知我都合格，是咱以青天的灵性，爱咱转互伊清净。修行本来就清啊，一色啊，要怎有分？那我都讲，我这个较好，你迄个较歹，安尼就无脱离着，无亲像讲七祖啊有无？怀仁啊，甲清源行师有无？咧问六祖啊？你脱离掉，咱即马讲三十六对法啦，爬起来三十六对法来顶悬啦，安尼你就清楚啊。所以今仔一个有成就，你这条灵，你这尊神有知无？就是你即马咧出现，你咧变啦，你咧讲，你咧写，你咧做啦，这就是咱真正的灵性。有诶讲我做地甲顶个都无关系，啊我做天个甲地无关系。你做地就是要超拔，啊！你超拔拢是伫地遐，啊！你是咧做啥物地？你就是要甲担保啊！即个地互伊我食，佫续个你爱甲讲经，互伊真正灵，有一个正确个来路啊！你天个嘛同款啊，诸天皆神，你嘛是要甲讲教，互伊做仙啊！啊，无你是咧讲啥？做天个咧做天盘，你是做啥物天盘？天公甲无指令，你要做啥物公判？地藏王甲上王爷讲，啊，甲咱即摆讲阎罗王讲，无放这条灵，伊要安怎过来修持，要安怎过来转轮？是咱真正这个天地间，伊就天不言，地不语，爱靠咱人来编造，靠咱人来讲，靠咱人去甲担保，靠咱人去回向，伊才会受到。即摆咱所有凡世间咧甲担保的。要互伊真正，互伊较快活的，啊，这就是花啊，花钱啊，是咱会当讲用安尼来代表性啊。安尼所有无应该，安尼咱做诶，毋知会清楚，无你伫遐做，毋知咧做啥呀？是咱以正法这点去，咱再来讲行向先天的本性啊，是咱有顺这条灵性，是咱搁再顺加这尊神明啊。当然啦，所有外口的，就是拢咧印的。但是你初期，你当开立的，而这个功，你若无安尼做，你无法度照假成真啦。啊，这是一段一段，你做有够。莫讲顶面啦，你的心神，你就知影讲，啊，这就会当讲一阶段啦。要出院读了，你就自然升国校啊。幼稚园遐个册遐个步数，你都买啊。国考了，你就升国中，啊国中国考遐个册都买啊。是这个坎站，所以讲有咧做，咱讲啊，像咱讲啊，过去咱清标兄，伊就收讲啊，听李水咧老师有无？伊咧讲啊，咧康成有无？啊嘛是讲，咱有闲的时阵嘛是爱甲人做。因为咱有当时啊，照着这个有形，咱伫个现场用无形的来传，嘛会当感动这个无形界，就是咱的祖先。啊，人咧修的有无？有当时啊，伊嘛当听有，伊要成长伊家己，爱、拢是机缘啦。啊，恁人讲啊，去遐有啊，咱都修到拢空性啊，这个我都拢无咧做啊，有无？但是咱嘛爱参悟啊，咱会晓的这个认为。会当共带动的有无？啊，这是机缘嘛，是咱即马该当咱要做的。我毋则定咧讲，用者即行，用力的时阵，你一定爱做啦。毋则讲无为啊，甲有为有无，拢爱减啦。无所求啊，甲你有当时啊讲，咱现主持的有所求是啥？要照着迄个时阵，互咱这个心态，搁较向，搁较清。这个所在就对了，咱的求是求道嘛，是咱一条现世的天性，爱咱向着心啊，真自在。
拢是清净，这个发心，咱才有金宝这条灵性。金宝是咱的元神呐、啊，唔是一尊神呐、啊，咱拢是伊生出来啦，一点气就对啦。是咱有这条灵天的本意，咱再来讲顺噶，这么清净的性诶，这个天理拢是归元，咱的元只有啥？天上老母心尔，啊老母心是啥？母心，伊就永远住伫遐，你要伊要带有生死。所以讲，咱今仔是要修到母心老母这面嘛，爱住伫天顶，迄、那个真正的母宫内底，咱毋则讲叫做母生天宫、母极腰底宫拢同款啦，腰底就清气溜溜啊。哦，你有看见咱腰底迄个无？迄、那个水拢清气溜溜啊。啊，只是边啊，迄、那个树叶啊会落落有无？伊本质就清的嘛，是咱顺着这点灵性，咱再来讲顺家这么安定，拢是母娘伊的灵性。今仔我只有照先天这点起来直接讲，就直接说就对啦，直接传啦。因为我相信啦，母娘的扎会，就是甲咱即马的扎会。拢是相共，甲咱咧看电视共款啦。台视的即马总电台，伊就是安尼放。咱所有的每一家的电台，拢是安尼共款。台视的这个影集，直接咧演就对啦。这个意义啦，啊无话讲，啊你老狗你唔过咧臭蛋，用安尼这个逻辑，你就知影讲，我会臭蛋袂臭蛋啦。是咱有安尼咧讲的灵性。你才今日，你才进入现主持这个影子啊，就讲这个画面啊。啊，若无我哪有这么侪话要讲？虽然咧讲拢是大破玉啊，但是内底变化有无？就敢那机关嘞啦，摆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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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转头世界你会顺啦，你会当照母娘安尼有无？委屈食九泉啦，咱所谓先天有无？这个狗啊，拢弯来弯去有无？唔再春秋啦，是咱这个肠仔肚嘛同款啦，歪来歪去啊，伊才会当敢若会当撑长，会当揪入来有无？你食落唔则底会坐，阿满则消化有无？这个意义啦。所以今日母娘伊话讲的是直感，因为我将着咱现主持这个信息，该撑该甲母娘吃，啊则将老母。伊这个自信慢慢入来，入我这个咱即马这个心门，啊，底伫我即马这个脑神呢，啊，这个脑神则慢慢甲伊输送出来，啊，这则是咱真正发啦，发是先天的哦，唔是咱所有记的哦，啊，记嘛是发啦，后天就后天的发啦，发术啦，三一命卜相。山就是看地理风水的，伊就是像啊，咱即摆咧讲王树琴、王树林，啊，甲咱即摆讲张耀照，命就是看命。哦，咱即摆讲啊，甲你卜卦有无算命有无？山里命卜，就是敢像咱即摆讲有抽签卜卦论种命有无？古啊卜酒、卜豆腐有无？大豆干迄个啊，就用一支讲啊，伫遐切切切切有无？我咧讲啊，看几签有无？相就是咱即阵咧讲的五相甲手相，所以讲因这拢爱背啦，按是照这个逻辑。但是咱即马甲这个所谓这个相有无是相共，但是咱是要脱开到咱即马所有的你的过去甲未来的安排啦。啊，所以讲只有修家己啊，你才会当脱离到现主是你的复杂啊。啊，若无你会感觉真快啊，有无？啊，我来问一下，有无？啊，搁甲问，好嘛是安尼，唔好嘛是安尼啊。无多改善，你真正会特别好啦。今仔只有母娘一贴，所有的毛病只有母娘一贴，一贴都比有师傅你贴较好啊。所以讲，今仔日咱爱是真正母娘这部经。在彻底治疗你真正的心啊，你磨的这个毛病啦、啊。
显露是灵天的本意。咱再来讲顺加显的情，是咱原天的灵性，显咱顺加这么清净。我是常来讲比药师佛这条更加好，因为药师佛的来源，伊也用到咱即马所讲的先天这粮草，甲后天这来结缘。但母牛伊这是先天的真经，咱来讲元经，炼成元气，互你的元神阁会当复原。用安尼来想啦，咱即马咧讲即根姜采玉皇大天尊。因为伊管的是有限的啊，外口的玉皇大天尊，伊是十方拢伊管的啊，所以讲单方面的，啊，佮外口的是十方面的，赢你九方面啊，甚至还为外口成经理，外口为大嘛，是用安尼来表示，你才知讲母牛这个大无所不包的力啦，显露青天是顺天意。条条灵光是现顺天，有咱无形转会知，灵空调会彰显世，转咱灵元归无形。好啊！
哦哦咦咦咦啊啊咦咦哟啊咦呀咦呐哦哦啊咦耶的哈咦呐啦哦啊咦呀哦耶的呜啊咦耶的的呀咦耶的哦耶的的咦呀咦呀咦呀哦耶的呜咦呐哦啊咦耶的咦的的呜啊咦耶的哟咦。啊哦耶的哦哦耶哦耶哦哦耶的哦耶哦哎那咿耶的啊咿耶的啊咿耶的啊哎那哦啊咿耶的啊哦耶的哦耶的的哦啊咿耶的的哦啊咿耶的哦哎那哦啊咿耶的啊